喂喂，啊，好哈，我们其实剩下20分钟哈，那有这个部分我就跳过哈，我就讲那个，好，这个部分稍微提一下哈，因为中国哈一直说他们中华民国哈一直说要依照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哈。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继承者，所以台湾就是我的。”他们的唯一的根据了哈，他们就拿什么？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是1943年，那时候战时的一个，我还在打仗呢，他们还不确定我会不会打赢日本，他们就在讲说：“哦，如果我们赢的时候，哦，啊，那个土地怎么样？怎么再做分配了？”但是呢，开罗宣言。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各中英美嘛，哈，中国、美国跟英国，中国跟美国、英国，哈，他们就在讲，就讲好，我们在处理日本的领土的时候，绝对不能想要并吞他们的领土，这是开罗宣言的这精神，哈，波茨坦公告也是这个精神啊，属于日本的土地绝对不能并，就是占有了，或者是并吞了，哈，先讲好了，所以呢。但是呢，你不能占，你不能并吞它，怎么办呢？只好占领嘛。占领呢，占领到时候那怎么占领呢？他们把日本怎么样，开始分配占领。好，这个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新日本宪法领土的主张哈，就是说他们在波茨坦公告就决定说，日本只剩下这4个岛，其他的像台湾独岛、北方4岛，或者是冲绳，全部要让盟军来占领。所以呢，蒋介石被分到哪里？台湾以南包含越南，结果越南被那个法国被胡志明赶走之后呢，他们就自己独立了嘛，哈。这个越南的状况是这样，所以那个蒋介石的军队刚刚不是有讲过吗？害死120万人那个，又被。越南人赶走，赶到富国岛，赶到富国岛的时候，那个黄杰将军就跟蒋介石写信说，让我们回台湾吧。蒋介石说，我都自身难保了，还让你回台湾？蒋介石不愿意。结果他们就写书，写到美国去告洋状，美国就要求蒋介石说，把他们接回来，接到台湾。是后来我们那边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富国新村。像柯受良他们就是那边过来的，对对，大城一包嘿，那些到我们台东那边就有，在富冈那个地方，哦，看他的儿子柯柯柯有伦柯有伦哈，OK，哎，好，这个是日本帝国的那个了哈，日本帝国多大？你看占领了中国的土地有没有？满洲国，然后一直到这里，连越南也是哦，那时候越南不是国家，是法国的殖民地，连一直到缅甸有没有？哦，这个叫做西南区，那个中南半岛哈，一直到哪里？马来西亚、那个印尼、澳洲的上面喽，一直到关岛有没有？整个范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后来战败之后，只剩下这些。现在是这样了，就近那个波茨坦公告是只有这个了。冲绳是美国占领嘛？后来197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返还日本的一个。这个冲绳就还给日本嘛，然后一并把钓鱼台也还给日本了哈，让日本来管辖了哈。好，尖阁诸岛的真相哈，其实为什么引起尖阁诸岛现在最大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日本到现在不敢承认马关条约第2条第二项的规定，台湾附属岛屿是包括地理上的福尔摩沙岛与。钓鱼台列岛的事实，啊，日本人要负一点责任啊，我想应该也是他们的战略了哈，策略。好，第二个就是日本从未公开1945年4月1号日本裕仁天皇诏书宪法施行于台湾及其附属群岛，包含钓鱼台、南沙、西沙等纳入日本的国土啊。因为这个时候战时还在作战嘛，那时候没有几个月就日本天皇就宣布投降了。好，主要的原因是这样。钓鱼台的问题，所以台湾的主钓鱼台的主权，到时候我们怎么样？当然，我们反正是台湾人没有办法去主张台湾的领土，你知道吗？
因为日属美占嘛，地主是谁？天皇。占领全国是谁？美国。啊，台湾人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什么都不是，哎，对啊，什么都不是，就是土生土长就住在台湾，就这样而已。哦，如果要这样真的要讲这个的话，那个我们这个阿美族是不是也可以跟联合国宣布说我们要自成一国，或者是男女啊，他们就很独立啊，是不是跟联合国宣布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家？自觉自民不是这样来的，不是这样子啦，因为你必须有一定的国际的一个程序哈。好，不承认。好，你知道新日本的新宪法哈，新日本的那个新日本宪法哈，是用什么？用天皇的诏书哦，哈，天皇的诏书所定的哦。但是呢，他们承认宪法的有效性，却不承认台湾便成为日本国土的有效性，同样都是天皇的诏书，所以他们是选择性承认嘛，所以有这种事情吗？不能，当然不行。这样子诏书一般不就是一样嘛，一视同仁，而且这个诏书没有把它撤回，也都没有无效的那个证据出来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诏书有没有朕为朝鲜及台湾我什么什么什么，哦，这个好，重点是这边的哈，那个这边签名了哈，他说让台湾跟朝鲜的什么那个我们的这边台湾的人去参政，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成为我的臣民了哈，这个诏书哈，就是这个诏书哈，让美国人没话说了，什么证据都有了，让美国人都吓一跳。那个美国人那时候从美国来台湾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惊讶，他说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的，他们也自己很讶异。后面这个是很辛苦拿到的，从美国人帮忙，透过美国那边的管道想尽办法拿到的啦。对，这个至于细节的话我不方便说明啊。OK 反正就是OK 好了，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那个南海的争议。好，这个就是台湾的全岛。好，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个南沙的东沙诸岛编入台湾澎湖町，新南群岛就是南沙群岛跟西沙群岛，就是西沙群岛就是981平台附近，中国981平台附近造成越南跟 中国的那个，那时候在1939年被编入高雄州。哈，啊，哪一个？哪里？台北州啊，钓鱼台是我们的附属群岛啊，钓鱼台就是尖阁诸岛啊。管辖是美国叫他们帮忙管，不能，如果你再变，因为现在如果是我们很都是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那变台湾 OK 啊，现在还有中国中华民国在这里怎么可以？如果中华民国说这是我们的，中国是不是可以来这边抽油了？所以美国有想到这一招了，给日本啊，日本还要听美国的，中国可以不听美国的啊。对对，高招了，他们在高来高去了。OK 好，这个越南的哈，好，讲最后我要讲这个，跑到哪里去了？这么远。这个台湾的真正地象，那个中国很喜欢讲历史了哈，讲情感哈。我们从荷兰跟西班牙来到台湾的时候，我先讲我们那边的状况哈。大清帝国以来，从来没有在我们那边统治过，
所以就发生了后来的事情。好，那时候荷兰人有跑到我们东海岸，这边有一个红毛桥，有没有？在三仙台附近，这边就是三仙台了，就在这个地方，荷兰的军营有在这个地方驻扎，结果阿美族说你怎么可以随便到我们的土地，就把他杀杀杀杀，结果在小港，我们那边有一个称广澳港，他们在做港的时候有没有挖了很多外国人的骨头，就是那些英雄都死在沙滩上死在沙滩上，所以才，然后日本人来的时候就说这个地方，这个日本人的起的叫红毛桥。好，这个明朝哈，流亡嘛，郑成功那个是流亡了哈，他是流亡的性质，就有点像蒋介石一样，是来流亡的了哈。啊，他郑成功那时候是反清复明嘛，啊，这个是反共抗俄，反共大陆哈，不一样哈。好，大清拓垦时期哈，1874年牡丹事件，牡丹事件就是当时的排湾族的人哈，屠杀了什么？屠杀了那个琉球王国的那个去中国朝贡的那些人，一道风浪就吹到海岸上啊，那个原住民那个山地人哦，在那边，哎，语言不通哦，以为说他们要怎么样，就杀了50几个人，剩下50几个人吧哈，54个嘛哈，哎谁啊？54个啊，对嘛哈，54个哈，然后有几个逃出去。啊，那个山下的那个山下的人，就是那时候的算是汉人，我把他姑且说成汉人，就上来说不要再杀了，危险，完了，大家完了，这个可能日本人会找我们算账。哎，真的，日本人就找他们，找那个大清帝国说，啊，你杀了我们的人，难道你们不用负责吗？后来这个事情，大清的朝廷就说你。把那个负责在台湾的那个朝廷命官抓过来问，这样后来那个朝廷命官跟他讲说，那边哦是化外之地，不是我们管的，他们这个是他们自己讲的哈，不是我们管的，你们日本人要找他们麻烦，你们要去报仇，你们自己去找他，就真的派兵去了，有没有？1874年5月，两个对战，台湾族对日本帝国。台湾族的酋长队西山重道，哦，这是他们的将军，后来这个被变成什么海那个他们的海军大臣，那个国防部长，类似他们的国防部长，兵力3600个，对，不知道，然后打起来的时候山地人死了30个人，死亡那个什么，那个日本人死了20个人，最后回去的时候听说3600个，回去的时候不到1000个，大部分都死在那个地方。那我们那时候听到这个的时候吓一跳，哇，台湾族这么厉害啊，结果不是，水土不服被蚊子咬死的哦，原来啊，那个误解了哈。 OK 后来之后才有怎么样，在那个1874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到1895年，那时候还有10几年，那个因为这个事情让怎么样大清的朝廷怎么样？朝廷然后说不行不行，那个沈葆桢就跟朝廷讲说，我们开山抚番，好，开山抚番，然后就发生了什么？哦，这个就是当初他们说，这个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就是台湾的山，就是这个啦，这个平原地区啦，这个一大半都还是原住民，还是部落在那边。在管自己的土地，所以我们讲，我们大家都误解丰年祭，因为一些丰年祭都变成歌舞祭了，唱唱跳跳，不是，其实丰年祭有很重要的那个，里面有传承、教育、训练那个什么，因为那时候的原住民跟原住民是会杀来杀去，所以有些其实台湾的原住民很多很多族，有些被屠杀光光了，像隐藏到我们阿美族的有两个民族，第一个就是。那个格马兰啊，我们讲格马兰族哈，跟那个萨吉拉雅这两个族，萨吉拉雅是被泰鲁格族屠杀到最后剩下100多个，就逃难到阿美族里面，所以萨吉拉雅后来证明的时候，他们
95%都是用讲阿美族的话，讲阿美族的话。所以这个当初部落跟部落之间，那个不同族跟不同族之间都是这样猎人头的。所以一直到了1930年，台湾还有两个民族还在猎人头，一个是布农族，一个是那个赛德克达鲁古泰雅族了哈。然后后来沈葆桢开山抚番的政策，总兵吴光亮进入东部，进入到谁？就是长虹桥，你们知道哈，就是从那个泛舟的地方的出河口，封滨乡的港口部落发生了什么大港口事件？大港口事件，因为那个大港口那个河很大，船如果要送到那个瑞穗，可需要船运的话比较方便，如果是陆运很麻烦，费时又费力，所以就透过船运经过河流可以到玉里啊瑞穗那边。结果这个地方在路口那边发生冲突，发生冲突，连阿美族人不让他们进来，最后打了好几场战役，杀了死伤 很多人。最后他们吴光亮就用什么怀柔政策，他用怀柔政策把部落的精英全部说，他就骗那个酋长那个头目说，我们的皇帝说我们经过这里会给你们税金啊，给你们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头目说，再杀人也不是办法了，好了，大家和平相处。后来他就说，他就那个吴光亮就设计什么那个鸿门宴，说来来来来，皇帝说要请你们吃饭，大家就喝酒，喝到最后喝了4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埋伏好了，就枪杀。这个事迹还在地点在现在的进埔国小的操场那边，有机会要观光台东的顺便可以走这个路线。所以台湾的东海岸终究还是没有让外来的政权统治，事实证明大清帝国没有能力有效统治东海岸，只是局部的驻扎经营，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最后呢没有几年就被日本怎么样割给日本了。好，日本编入时期发生了什么战役？1908年花莲吉安乡的七角庄事件，1911年我们那边的马老套事件，就是陈广奥事件，这个在日本的历史正史里面有记载。还有1930年的雾社事件，最后大日本帝国完成对台湾的统一，对台湾的统一。其实我们这个陈广奥事件没有输给雾社事件的，我们那个也是很精彩，哇，那个打的真的很精彩。只是说雾社事件那个魏德胜有朋友在那边，所以没有机会，如果他认识我的话可能是拍我们这个事件啊。所以你们来想看看，你们来注意看这个年份，1908年1911年1930年这些原住民接受文明不到100年，对不对？我们看这个1930年还不到100年，这个是事实，不承认也不行啊。所以以前大家还是这样猎人头的习惯都还在，只是一直到日本，日本为了要统一台湾很辛苦嘞，打了十几年了。你看1908一直到1930，总共几年？12年嘛，对呀，才从1930才打完呢，才打完呢。其实像这个我们那个马老肉事件，就刚好就在三仙台那边有发生战役。那时候阿美族人想要从就是复制那个荷兰赶走荷兰人的那个情况一样，他们不愿意别人去统治我们的民族，所以呢就几个头目就串联，几个部落的头目串联说，我们把日本人赶走，很天真以为可以赶走了，第一时间真的是把他赶走了，就有点像雾社一样，雾社事件一样，把所有的日本人该杀的杀，逃得掉的就逃得掉，逃不掉的就会被杀死。之后这个事情惊动到台湾总督府，总督府就从新竹、台中、屏东、宜兰派警察全部下来围剿，打不是办法，所以最后有请那个，如果你们去台东市有一个道路叫做马亨亨大道，他是那个时代的阿美族的大头目，这个大头目是日本敬重的一个人，日本人说要不然你去跟他们讲，你的族人你自己跟他们讲。后来那个马亨亨头目就跟他说，你们造的孽你们自己去处理，我不管。那结果日本人讲说，这样不行，好了，这样好了，我们招待你去日本，就招待了几个知识的这个头目送到日本去，怎么
阅兵呐、啊，就跟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们有军舰，我们有飞机，我们有大炮，你们打不过我们的啦。后来马赫跟他们说，哇，这个不是办法。回来的时候才愿意哦，去做调停的动作。最后这个事件，经过马赫跟头目的之间的协调，把整个事件都瓦解，没有，后来就没有像雾社事件那么惨烈了哈。那雾社事件那个是比较惨烈，因为他们不愿意那个嘛。我们那个时候就接受了那个马亨亨的那个之后就接受了日本的统治，是这样的。好，这个 OK， 刚刚我们的时间到了呢，刚好讲完，可以下课了，掌声一下，谢谢谢谢。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餐厅那边吃饭哈，餐厅那边吃饭。